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要来玩 Five Nights at Baldi Nightmare。就如你们所见的，它的画质非常的奇怪，它旁边两条是黑色的。后置能帮我移掉吗？我们直接来开始看看吧。哦，全部有五碗呢，我们现在玩第一碗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第一页，然后有风扇，有两扇门，有电力，还有一个摄影机。摄影机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有这个是推人的吧？它已经坏成这样了。OK， 我们人在这边，我们可能要注意这一边的摄影机跟这一边的吧。这个不见也很糟糕。欸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有肯德基耶！老师呢？我们还没看到主角啊，我们的老师。而且他声音超奇怪，他声音，欸，他更靠近摄影机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你是要玩什么？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会怕。食堂也四下无人啊，食堂。这一关的 BOSS 应该是这个了吧？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。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了？Game over。不对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没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。我们是关着的，我很确定我们是关着的。你不能这样，我们直接玩第五碗，第五碗了，不管他了。没看到老师，我觉得观众是不会满意的，我也不满意。老师在哪里？出来面对哦。哎，哦，怎么是你呀？我们不要看你，不见了，太快了，第五碗更快了，第五碗。他是只是这个而已吗？我们的老师呢？我们的主角？不对不对，开始出现其他的生物了。哎，大猩猩哦，不是，这是校长。哦哦，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老师声音也出现了。When will you learn？ 老师出现，老师出现了。对啊，那声音是什么？老师在哪里？老师在哪里？哦，老师不要动，老师。对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不能看摄影机耶。哦，这边人消失了吧？这游戏不得不说，超级潮的。他应该是到了吧，他应该是到了吧。开什么门啊？第五关好刺激哦，第五关。我们选个中间值，第三关好了，第三关。第五关太刺激了，心脏可能会受不了。大致上完了第五关之后，我们差不多会完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有两个怪物出现了哈，有两个奇怪的怪物。欸，老师也出现了，老师也出现了。哦，观众买单了吧？观众，有老师出现了，大猩猩也出现了。刚刚那是什么？那是在包底里面没有的东西耶。哎，扫帚直接冲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它应该是类似我之前玩的那个玩具熊，类似水獭的存在吧。老师呢？老师呢？关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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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起来，开起来。怎么是校长先啊？我靠，靠靠靠，电力要没了，快快快，三点而已，快快快。靠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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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北。天啊，我的门要没电了啦。靠北哦。等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你这个 sleeping time。啊，不然我的那个要没电了，应该是没电了。选个第一好了，第一的我们不信我们还不能破哈。我看一下，他说抱歉，用太多时间来加更多的科目啊。我靠，他直接从这边瞬移到我的门这边呢，会不会太厉害了？
撑到六点吗？是吗？六点还是十点？最好是六点哦。你跟我说十点，我就直接关掉游戏哦。它的相机是没有那个电量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开着。你看，六点了，太简单了。六点了，轻轻松松。Great job！ 六点早上喽。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要关掉我游戏吗 ？What？ 哦，结束了，就是这样。我甚至可以自定义它的晚上要出现什么怪物啊，都可以。或者是，这是可以看那个老师，这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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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黄金包底啊，黄金的，中了一身的尿。啊，我们再玩一局，最困难的。这一次我们应该会的吧？这一次，扫帚跟这个会比较可怕一点，因为其他的都是慢慢前进，而且他们靠近门的时候会有特别的音效提醒我们，所以其实其他的还好。这个霸凌的也出现了，他肚子都是空空的，代表着霸凌的人是黑心肠的。然后他的牙线，他的，先让我冷静一下。还有这个尖，他肚子的尖刺代表着他的三三三的啊！对不起。好，他回去了，我们就把门开起来，把门开起来，因为我们要没电了。OK， 关掉，拜托，我们要没电了，拜托，我们要没电了，不要再来了，没电了。哦，没电了，极限是两点，三点吧，快点。Hello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这边了。这个老师太邪恶了，这个老师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就是你们所喜欢的老师，他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的，伤痕累累了。我们要体谅他，才不要脸。